我的天，这么大一根儿，哎呦我去，哇，这么大份，温州瘦肉丸，漂亮。老板，凤凰蛋是什么呀？毛鸡蛋哦，来一个。肥肠多少钱呀？15个。九包肉多少钱？好，来一个。我要一个猪尾巴。好，大叔再帮我来一个炒方便面。为什么用筷子炒啊？它炒这样会炒得散一点。哦，炒起来啊！今天晚上已经10点多了，虽然下着雨，但是人还挺多的。搞一个炒方便面。哇！漂亮哎！不太明白为什么大厨用筷子炒方便面啊，但感觉还挺方便。这么大份，多少钱一份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常能游，今天来到了浙江台州的新安夜市。今天外面下着小雨，然后人不是太多，但是我觉得这种特别特别有烟火气儿。今天要了一个1664的哈，哦，都冒泡了。等一下再喝，先整生蚝。哇，是真的辣，而且它是现烤出来的。啊，太爽了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，现在拼多多世界杯大促，1元就能抢整箱1664啤酒，活动限量1000份，截止到12月31号结束。活动链接放在视频左下角了，快去冲啊！先馋一下你们，第一口给你们吃啊，肚包羊。嗯，里面加高科技了吗？怎么咬不动啊？哎呦我去，这加了502的胶吗？这个大肠头也很过瘾啊，这一看就是大肠头，这么粗，你看里面的它那个皮就特别特别特别厚哈。嗯，这大肠头巨香，听说这个毛鸡蛋的汤很咸，属于鸡汤啊。哇，真的很鲜哦。哎呀妈呀，今天可能要失败了，我看到它里面那个血丝血管我有点接受不了。哦，真好吃，不吃了。108，我来上车的时候108。今天吃了那么多，感觉肚子都要爆炸了。总共消费是103，老板打了一个折，100块。好了，今天就这样了，散会。